等了40分钟，终于上车了。下雨天的周五太难打车了，推背感，哈哈哈哈。Later， 看看那边有多少人。追星只有一个人追，看看彩虹的易拉宝，进场勾勾勾。请观众佩戴口罩，请动扫码。好吧。让一个小姐姐帮忙拍着合影。清新自然的。
妈妈看电视了。小七也来彩虹的生日会。氛围组，就是无论是抽奖还是各种活动，二楼基本都抽不到，所以我听到有好几个就是，男蛋。声音很大，但是没有机会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把机会给到他们去说。好，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祝徐梦洁生日快乐！唱彩虹哭惨，我不怎么会唱对不起。下次再见了。好，最后也非常感谢各位对梦洁的大力支持，希望以后你们能一如既往的一直喜欢梦洁，好不好？排队领拍立得，好多人中奖，指望再分享创新给彩虹们。来等彩虹下吧。还有这些人在等，我也等了一会儿。车到了，我溜了。好久没听这首歌了，录了一下。Tomorrow， 今天刚起床，然后来拆一下徐梦洁的音源里面都有啥。这是啥？哦，是条丝巾，感觉可以挂在包上或者什么地方。啊，不对，我应该不会用这种东西，都是用来收藏的，好吗？珍藏。这是哦，有 logo 的口罩。是在里面吧，是在里面。还有个啥？光笔。里面是啥呀？这么光线好暗。这是个啪啪圈。我去，好紧。口罩夹。还蛮实用的，就在这。哦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摸不出来。哎，
是个挂坠。为什么不直接送条链子就可以更方便了？我们梦工厂的 logo， 我要不要找条链子挂着？但是好像我也不会挂脖子上，算了吧。然后就是一个小袋袋，好了，又要收回去了。这就是所有的东西啦。这不同学姐真有心。